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好，一二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今天乔林日志呢，要带大家来到新加坡的东海岸人工潮美食街哦。我们今天要去那边吃好吃的料理，喝好喝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就走这个地下隧道，这样沿路走过去。然后接下来的路景，就给大家看一下新加坡的美景吧。主要是带大家看一下这整圈它有哪些东西可以吃，然后现在有开的哪几家店它都几乎全部都开了，然后如果有关门的基本上这个时间点你七点多八点来多来已经吃光光了。对，像做鸡鸭饭鸭粥它是限量有限量的，好，这边有 ATM 所以不用担心你可以来这里付钱，因为这边大部分全部都是收现金的，那也有电子支付，可是没有很多间，然后很多家都是有名店，然后有些要排队要等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就是来看看这样子。然后我们已经有锁定要吃什么了，就是做记的粥嘛，然后他已经没开了，然后再来就是烤鸡翅、蚝煎，然后还有沙爹。这家是春香，他这家也卖完了。OK， 好，他的好像炒饭、炒面，他炒米粉是也是限量，他们是做好的。然后哦，这个是沙爹，沙爹这里很多家，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对，然后没有吃牛的话，大家可以不要点牛的沙爹这样子。然后这里有鸡肉沙爹、羊肉沙爹可以选。这边很多家，然后它有拉茶哦，这家人超多，我们就是点这一家沙爹。然后这边过去也有两家，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有两家，基本上都要排队啦，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多一点人来，然后要有人占位置先，然后要有人去排队先这样子，然后要有作战计划，然后如果要吃这种热炒的话，尽量坐热炒的附近。然后跟辣炒的老板说你坐在哪里，然后他们会直接送过来，炒完之后就送过来，这样子也蛮方便的。然后
一些比较小的小吃，它是比较快的。对，像饮料啊这种，鸭翅、雅惠我们等一下会吃，然后松记豪煎我们等一下也会吃，这两个，这个也要排队，可是它是算小东西。好，今天我们主要来这边有几家要特别吃的，就是坐骑鸭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雅惠的这一家的烤鸡翅，它只要一只只要1.3元哦。然后第三家就是松记豪煎，它有点像蚵仔煎这样子，蛮台湾味的。然后第四个就是沙爹，沙爹这边很多家，也有很多家都在排队，大家可以自己比较哦。第一家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坐骑鸭粥。老板，有鸭粥吗？鸭饭也没有吗？都卖完了。啊，第一家坐骑就卖完了，生意太好了。好吧，那我们下次再来吃。那我们现在来排第二家跟第三家，分别是雅辉的烤鸡翅，只要1.3块，跟松记豪煎，可以两个人一起过来排队，这样子时间会节省很多。一只1.3块，所以我买了10只，现在在这边排队等，因为 social distance 的关系，要站在这个 queue 的线上面这样子。要两个人吃10只，我觉得还可以啦。好像老板娘正在帮我夹我们的鸡翅。好了，给大家看一下我后面有多少人在排队，好多人啊！这个进去声音很好，大家赶快过来吃。好，这是我们点的10只烤鸡翅，一样在吃之前来拍一个食物遗照吧。好，有点渴了，旁边太冷了，北台这边吧。上班啊，一到了办公室，甘蔗汁，甘蔗汁两杯，咖啡，而是开始写下今天要做的这个 to do list。你要知道事情的优先次序。我觉得先要解决手头上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紧急又重要的，所以千万你不要把就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不重要的小事。Okay, 所以我觉得啊，一定要知道今天自己的进度，就是要柠檬吗？要。除非是紧急电话，不然的话，一杯多少？2块5块。在职场上的你，如果你觉得你要在准时下班的话，你就不要一本正经了。其实很多啦，我也因为在途中也说不完，别的事情自己想拿这个吗？OK， 首先这家是雅辉烤鸡翅，一只是1.3元，然后买10只就13块咯。然后他还把那个头的部分剪掉，对，然后这个鸡翅，然后他还会给这个柠檬，然后你可以把它挤在上面。
沙爹七块，那这个六块。然后煎六块。第一时间通知你哦。